台中市儿童艺术节当日的巡回表演，即天是来到大都，由台中市杰出的演艺团队金乌恒江中剧团来表演着亲子儿童布袋戏，现场嘛来举办着布袋戏的同学会，和民众对着剧团做伙来朗布袋戏。台中市儿童艺术节特别邀请在地杰出的演艺团体，透过趣味的艺文表演，让囡仔了解艺术发展和爱护地球的重要性。这个江中剧团和一般传统的布袋戏无同款，因运用环保爱地球的现代题材，结合传统布袋戏的演出手法，打造出创意的亲子儿童布袋戏。结果呢，他就阴错阳差，然后进入了奇幻柜，来到了一个动物世界。所以在这个动物世界，他遇到了粉红猪，然后呢遇到了那个狗蛋的狗狗，哦，里面还有那个千年老树，教他团结合作，然后在学校呢不能有霸凌的行为。现场除了有精彩布袋戏，毛举行布袋戏的同学会，和乡亲加只剧团做伙人布袋戏。晚间九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六十分钟，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